他熬夜肤质每况愈下，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肌肤回去吗？熬夜真的是你肌肤最大的杀手，可是你工作要安排，没有办法呀。亲爱的，只有变心的男人回不去，只要用对保养品，你的皮肤就可以宛若新生。真的吗？那你快救救我吧。现在的女性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跟着永远的皇后李英爱御用的重生秘帖当中呢，她透过了三大精粹巩辰、琼玉、清新的三大韩方的精粹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永远留在那种年轻健康的状态。周年庆的时候，当然品牌会给大家非常好的优惠，只有台湾周年庆限定的礼盒当中呢，包含了一大一小的重生秘帖之外，还有华炫系列的洁颜化妆水、乳液、眼部精粹跟超美的护唇膏。这个组合呢，其实它低于5折，那很多人非常喜欢重生秘帖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挤出来这个琥珀般的质地，看似浓稠，但是推开来之后，在你的皮肤上面非常的好吸收，瞬间让你的皮肤重生。你不觉得你没有菜色吗？一定是你的皮肤已经坏掉了，吸收力有问题了，没有救了，没有救了。我也不想当菜菜子啊。肌肤保养的吸收力变差，有些时候是你的循环不好，有些时候你的保养多一步加点料，你的保养效能会变得更好。我手上的这瓶是全新升级的秘铁循环精华，在洗完脸之后立刻用它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在后续保养的时候那个吸收力变得更好。它里面加入了巩辰精华，还透过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营养循环、水分循环的这个王氏酵母，以及莲花萃取来净化你的皮肤，让你每天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改善皮肤表面循环不良的问题。在周年庆的时候呢，全新升级的蜜铁循环精华，再加上巩辰享的保湿三件组，还有蜜铁循环的面膜，这样子这一组6折你就可以买到了。透过对的保养，其实可以让你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光彩动人。真的很谢谢你耶，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